信不信？前几天在小姑在拿针的，比较有心机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我那时候，我们这一次的小巨蛋很棒的是，我们可以跟就是摇滚东方这个我们非常非常，就是在乐团里面是一个前辈，非常前辈的一个乐团，超厉害！哇，你知道吗？那鸡皮痒的年代，你知道吗？受不了。那其实你知道。我这把吉他其实一直本来是想要在新专辑拍 MV 的时候再拿出来让大家看到，只是我会觉得小巨蛋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，所以我就带真的。老实说，这把我已经取好名字。叫什么？是。其实我之前一直不想讲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后面发觉我明明我的吉他都蛮帅气的，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名字都还蛮可爱，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帅气都扣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的吉他都是动物系的名字吗？小黄蜂跳跳舞啊，又小黄蜂。来，那龙犬你要跳跳是不是去？不是，老师，我知道那把要吉他叫什么。来，我先给你个提示，好不好？这龙犬我拿回来。我有答案，有提示啊。对，还有火焰哦。我知道还有火焰，我知道。还有火焰呢，应该叫什么？萤火虫。他火焰的样子，火焰的样子，什么？啊？好的。不紧张，不是，因为我刚听到就这样。其实我这把吉他呢，其实它真正的名字是 Gibson 的 Fire Core， 火球嘛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因为我要动物系。所以我叫小燕子。小燕子，大家有没有看过《还珠格格》？有一个女孩子，有一个淘气。好的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小燕子，等等，小燕子怎么说？口号吗？指挥，指挥嘛。紫薇，对。你会学尔康吗？尔康，紫薇，我们这些混蛋怎会这样对我们这么差？好，你连门锁都没有用，没走，好惨，好笑，真好笑。尔康，你会康，你会学康安吗？康安我不会。还是不要。这个不知道。好，接下来为你们带来这一首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唱，请大家一起唱好不好？是我们在 mini album 的时候的主打歌曲，也是唯一一首。